闺女啊，看着点你爸，别让他出去喝酒。放心。石更硬，请写出下一句。人一大便土里。刚才逗你玩呢。第二关上强度，在食指上写字。在食指上写字。嗯。笑了，你再跑出去熬夜喝酒，你这脸垮的，我妈都得嫌弃死。你不是整天熬夜追剧小仙子吗？咋不见你有咒啊？我有我的。好使呢，不用。第三关只能用空气，在五米外把纸杯打倒。五米，简单。嘿，来风扇，我给大喝。根据涡轮原理，密闭空气被迅速压缩和释放的过程会产生气体输出，从而形成空气弹。只需要在密闭纸箱挖个洞，用力拍打纸箱，就能实现空气的迅速压缩和释放。小燕儿，看好了啊！你要想出去喝酒，就得过我三关。闺女，交给你了。斩就斩。第一关，说出这些词儿的正确读音。第一集，蛋挞、头子、唠叨、佐料、滋生、说服。刚刚算是给你练练手，现在才正式开始。第二关，一分钟之内把圆环从绳子上取下来，计时开始。哎，大燕儿成功了！别得意，还有一关呢。第三关，三个人三天喝三桶水，九个人九天喝几桶水？九桶。错，闯关失败。啊？妈，我爸失败了。是九桶啊？不是九桶啊？好像要脱单了。今天和男神约会。
哎，小韩，你站在下面，我给你拍两张特显腿上的照片啊。想拿我照片炫耀，男人。就这样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低点头，哎，伸点腿，太漂亮了，腿老长了，现在。老娘的美还用你说？没发挥好。也还行，看来我得主动出击了。要不我站上面，你给我拍吧。行啊。哎，小孩。我求。小韩，你脖子还疼吗？哼。我带了自己做的意面，要不你尝尝？嗯。两个人吃一份面，也不是很直男嘛。那我尝尝。就是这个氛围，好浪漫啊。你整断了，不好意思，面太长了，没法吃。你剪碎的是面吗？是你的爱情。哎，小韩，哎，我要回家。小韩，你听我说，我笨，我不知道怎么浪漫，但是今天这次约会，我真的很用心准备了。你跟我来。他什么时候弄的？姐妹们，我又可以了。现在可以送你回家了。嗨，糯米，回家。好的。在就想带你兜风。我可还没答应你。苏菲，你现在陪我跳一支舞。我怎么能想出这么浪漫的点子啊？我真是个天才，我不脱单谁脱单？不把这个杯子翻过来，能把这球塞这杯子里，这鞋全是你的。你说的啊？嗯，我说来。哎呀，你这不算，你不能移动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定死。不能挪动这个杯子。不能，不能挪。哼。哎呦！不愧是棒精甩王啊！哎，又给我了。增加难度啊，两个杯子都不能动，弄进去，拿走。你说的？哎，我说的。Patience is key in life。完了，上班又迟到了。老板，不是我故意迟到，都是刚刚那个人他乱按电梯。哎干嘛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子？见客户，见客户，你好好给我表现着。哎呦，刘总，听说你平时特别喜欢喝茶，小韩会茶艺，想来给你展示一番。可以，这可以。可以。慢点，别着急。我还有一个非常擅长的茶艺武术。哎，对不起，不行，你先喝，喝你那盒子汤。我这茶艺一般，这茶泡的还不错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这下能下班了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。哎，小韩。啊。放下刘总。哎。这车还挺舒服。再见。喂，老板，我能不能直接回家，明天再给您还车呀？可以。真的吗？但是下班不打卡，算旷工。哦。滚！不要搞了。嗯？这人怎么这么闲？